年纪小的时候会哭吗？我现在也会哭啊，我本来就是个小哭包，受委屈了也会哭，然后自己跟自己生气，做不出招也会哭，然后跟别人吵架，明明自己在理也会哭。那哭完以后怎么哄一下呢？对怎么呀、会心情怎啊，么好呢？可能就是也不需要别人哄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，摔了之后，摔了之我后，以后痛好痛，然后哭两下子，哎不行，我还要再多两个，他眼泪一抹，那就走了。我是属于，我喜欢去跟自己信任和亲近的人去讲自己的，就是心态什么的。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发牢骚的人，我的正能量总是展现在，每个人面前吧，包括我的教练和我的队友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，但其实只有我知道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正能量跟负能量之间挣扎，但是最后好在我每次的选择都是偏向了正能量的那一边，然后负能量的话，有的时候就会埋藏在心里面，等到压力真的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会找到自己信任的人和爱的人和我爱的人，然后去找他们去说这个事情。